但是和你在一起，再黑再长会不一样。为什么要解散基金会？基金会是多好的一个事儿，能够帮助到多少人？为什么要去解散它？我也不想。三七基金会，你知道三七代表什么吗？3月7号，我姐生日。我知道，我在你们所有人心里面是一个自私、冷漠、无耻，甚至为了达到所有的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的一个人。但我以前这样吗？林薇，全家的宝。他打小的时候，我姐就爱护他，呵护他，培养他，送他出国留学，希望他学有所成之后回来成为家里面的顶梁柱。可他怎么做的？我姐当年那么不容易，她其实只要抬一抬手就可以做。你们说我自私，我冷，但是在我心里面，她才是那个最自私、最冷漠的人。我姐在临死的时候，都还在替她着想。也许在我姐心里面，已经原谅他，但是在我这儿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苏苏姐，我真替你遗憾呢。以为找了个富二代，结果是个富二代。哎，我倒也能理解，每只山鸡呢都想变成凤凰，不过呀，凤凰没当成，还是落入了山鸡窝呀。其实能不能当凤凰的，主要是看自己涅槃。那你可得好好努力，才能追上我。我干嘛要追上你啊？我对你又没兴趣。不过我确实要好好努力，才能让你望尘莫及。那你要先拿到这个再说哦。要不然早点回家睡觉，梦里。哎呦，奖杯拿稳啊！当心会掉。哎，人在那儿，快过去！哎，裁缝，裁缝，先生，林先生，林先生，苏先生，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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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好。等等，现在是要官宣了吗？当然。我们先去林先生采访，林先生。不是要进宫吗？怎么还帮着林薇跟苏世宇撤退啊？你呢？你刚才不也帮忙的吗？我早就退出了。不行，我脚太疼了。把鞋脱了，我背你。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很累，但我还是希望这条路可以长一点。人生本来就是一条又黑又长的道路，但是和你在一起，再黑再长会不一样。走。